学佛啊，咱必定爱心时时自我反省，要会当吼心得自在啊，必定爱先去欲爱，心中那是啊，搁有欲啊爱啊的贪恋啦，那心都不得自在咯，所以。要去掉了欲爱，也都爱先去离执着，才会当离苦乐啊，无有贪恋。咱若敢若讲惊苦啊，不过也阁有执着的乐，那安尼呢，嘛是也阁有贪恋呐。虽然学佛啊，尤其是修行者。咱必定呢，爱学得心自在。实在讲，在佛世时啊，伊的弟子群中，都也阁有真侪迄个因缘相伴随着，就亲像咱前面讲的五浊交颠轮五位啊。将佛陀成佛说法啦，会当三宝具足，这五位呢，也就是为僧团之首。有出家人是从这五个人开始。其实这五个人过去捌讲过了，因的因缘呐，除了这世人。当时在皇宫啊，王族的内底，其实在过去生中嘛有过了迄个古时代，同款啊有干旱呐，国家贫穷啊，五国呢无法度通去成长，民众啊受灾饥饿，有的人啊。就会去海边掠鱼，忽然间啊，就买非常大的鱼啦，对着海涌啊，到海平。迄当阵有五个人呢，同时伫海平修理船，哦，看到海涌带来的时，因赶紧退走啊。走去真远，等到呢，海涌过去啦，看清楚，这尾大尾鱼呀、啊，因呢，赶紧为我来看，五个人同时听到这尾鱼伫咧讲话，向这五个人讲，现在天下饥旱啊，饥饿的人啊。这么真多，恁呢？那会当去甲庄内的人通过，叫人人啊来吃我的肉，短暂的时间会当充饥，等到天那落雨的时，那这地上谈论呐，自然的经济都会当不热啦。自然啦、啊，就会当丰收。这五个人呢，感觉真奇怪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啊，我听到的是安尼，你听到的呢，也嘛是同款啊。大家人呢，第一个所在，伫咧议论的是，这位鱼呢，开始就讲，唔免惊。唔免疑，我呢是累生累世啊，就是为了苦难众生来发愿呐、啊。这个时阵，正是众生饥饿的时刻，大地呢寸牛不生啊，唯有呢，哇，这个辛苦来奉献。我是要修菩萨行，
我愿意舍身为众生。你若会当叫大家人来吃我的肉，延因的命啦，安尼，你也是帮助我伫咧修行。有一天，我若是修行，会当成正觉，我所要度的呢，第一梯次的人就是恁啦。第一来文化呢，就是恁这的人，这五个人，相信这是一个修行者，要行菩萨道来救世，一就买戏，都赶紧进去通过了。哇，真侪人啊，伫鱼的心的肉呢，不断来吃。不断来挂，虽然这尾鱼啊，血淋淋呐，不过呢，一段时间，肉那刺去了后，都搁生出来，一直呢，到个天呐、啊，感动呐、啊，所以天降大物，普伦大地啊，数量。经济啊，会当赶紧落土，土脚赶紧耕作啊。过了后，五谷呢丰收啦，一尾鱼呢也安然往生啦。好、哦，这是一段呢真不可思议的故事，但是伫佛典的内底都有安尼，所以讲。佛陀成佛了后，第一梯次得要度的呢，就是这五位比丘，这嘛会用的讲是因缘呐。佛世的时代，佛与地主呢都有因缘呐。地主群中啊，各人各有另外各人的因缘呐，所以这个。因缘啊，咱是袂用个轻视哩。何况讲咱现在呢，拢是还阁伫凡夫地啊，咱敢会当伫日常生活中啊，这个因甲缘呢，咱会当无信重嘛？咱来真正哩重视因缘果报，所以定来会甲大家人讲啊。咱爱甲人多结好缘哦，啊，心唔通执着啦，付出无所求啦。咱爱当付出呢，这就是甲人结好缘；无所求呢，就是不执着。所以这叫做弃舍，咱呢贪欲，才有法度离开了迄个苦乐，咱的心才会当自在。所以这些啊，在佛陀的弟子中啊，佛陀安尼不断来甲咱警惕。再来呢？会中万二千人众，在大比丘罗汉中啊，所举出的名，除了阿耨娇帝如，再来就是摩訶迦叶。摩訶，定来咧解说，就是大的意思。那迦叶呢？是过去啊，伫婆罗门的神，婆罗门嘛是伫印度呢，迄、那个宗教宗族之一。属性中婆罗门教呢，伊的宗族最为贵哦，所以呢，伊生生世世都是伫安尼的宗族
内底，所以称为大伽叶。搁再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讲这位伽叶啊，他呢在身躯会当吞入月之宫，意思就是讲，伊的心呢，迄、那个紫金色啊。伊外面的阳光啊，照来到伊的身躯，阳光就失色哦。这位家业呢，阁有一项，他寿命真长，在佛典的传说中啊，家业尊者呢，到现在一直呢，他就是啊，在鸡足山呐、啊。在咧等待呢，弥勒下生的时阵，特别团圆佛，这是佛经典中的记载哦。所以伊的寿呢是最长啊，所以就是中老最长最老者，再加上了呢心的光明啊，这就是以累生累世呢所。这个功德真大，所以用伊安尼称为大伽叶。这位大伽叶过去生啊，到底是什么因缘，会当予伊安尼这么长的时间，伫婆罗门种族生生世世啊为贵族啊，尤其是呢，伊的这个心态啦，啊，会当通吸引这日月之光。啊，这到底呢是什么因缘呐？那这个故事又是爱国在讲，伫真久真久啊，九万世之前，有一位贫女真虔诚，但是呢，有一天啊，伊伫寺院。入迄个塔中啊，伫咧礼佛拜佛的时，一看到啊，这个塔年久月深呐、啊，塔中呢，一金身佛的金身呐、啊，好像拢总剥落掉啦，迄、那个金箔啊，拢总呢落掉去啦，伊呢就是一心想。用什么款的方法，会当通来修补这尊的佛像？所以一真认真啊，去做工啊，省吃俭用，所赚到的钱呐、啊，伊都呢一点啊一点啊一金啊，都安尼甲伊累积起来，到到有一个量啊，哦，又做了一粒的金珠啦、啊。家己感觉，这个重量啊，应该呢，会当把这尊佛的金身，搁再给修补起来。这位贫女就去找帕吉玛的师傅，讲出了伊的心愿。帕吉玛的师傅啊，听到足感动的，一个贫穷的女子啦。有这种的虔诚，难道我未当去付出这个功吗？所以伊就甲这个查某人讲，伊讲安尼好啊，你的虔诚予我感动，安尼啦，你出金啊，我来出工，我无要甲你提工资，咱共同呢，甲这尊佛啊，安尼来甲伊修正。可以完成，将安尼
两个人合作，甲这尊佛修补顶呢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呐，所以呢，安尼两个人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呢，这样成为夫妻啦。从安尼开始，九十一劫吧。那是二十劫佛以前的九十一劫，劫呢就是真长的时间，可见因这段时间呢来来回回啊，都是在天人的时间啊。有时阵呢生在天堂，有时阵呢生在人间享受富贵。那到后来呢，又下地梵天，梵天的寿命嘛是真长啊，一直到这梵天受尽呐，从安尼在来生人间，生在这个摩揭陀国毗卢陀婆罗门的家庭里。也是一个真富有的家庭，啊，搁在呢，身上庄严，规身躯呢，亲像拢会发光啊！家族的人，人人呢，感觉不可思议，所以伊的爸母啦，就讲，若要甲伊娶某，应该呢，爱找一个门当户对，所以呢，叫人赶紧去找啊！在邻国啦，吼，在隔壁国的中间有一位啦，中家厝里呢有一个查某囝，啊，这个查某囝呢真水啊，啊，唔只是水啊，同款呢，迄个皮肤细腻啦，尤其是呢，嘛会发光啊，嘛是伊迄个家庭呢，好亲像掌上明珠咁。也是想说要替他找一个门当户对，这样呢两个家庭结为亲家家庭，从这样开始，这对的夫妻呢虽然家长这样做主，但是两个人呢有共同一个心念，那就是要修行，头一天啊，两个人呢互相尊重啊，彼此讲出了心愿，将来那有机会啦，必定爱跟随这个大觉者，会当去修行。迄当阵就是佛世的时代咯，那。这对的夫妻呢，就是结心阻碍，互相相约束，有姻缘就要出家去啦。所以从阿弥呢，一直到姻缘成熟啊，两个人呢共同拢出家。这位大家业尊者出家了后呢。知影过去呢，一直都是伫咧享受啊，所以伊个心愿就是修苦行啦。苦行呢叫做挑道行，不只是以安尼劳其筋骨啊，受其苦行啊，尤其是呢佛陀所说法呢，以非常。了解，所以啊，迄、那个发入心中啊，信受奉行，嗰是持戒。佛陀安怎讲，伊安怎受持，所以受僧团中啊，人人呢尊为上首，是僧团中的领导者。有一回，佛陀。带这些僧众来到道祖佛塔，大
个人停下落来。佛陀看到前面一朵花啊，随手呢沾花，安尼起来，那家宴的弥丘，这就是啊，表示殊途啦，迄、那个心啊连接起来吼，这呢是尊者啦，伊了解佛陀沾花这个意思。大家人也阁无了解啊，但是呢，戒业尊者佛陀一个举动啦，伊呢心明白啦吼，所以尊者破然微笑。迄当阵佛陀就把一套的这个袈裟呢，附托给戒业尊者，因为呢，伊会当传佛心嘛，所以把这个。一般啊，就是附托给戒业。那佛陀入灭了后啦，戒业尊者呢，负起了责任，召集大众啊，来集经典哦。那这就是戒业尊者呢，伊一功德啊，伊结集经典了后啊，那戒业尊者就教佛陀所附托给伊。诶，这个金流袈裟，他呢就开始呢，奉持着这个袈裟啦，入家族山去，等待呢弥勒下人间呢成佛了，要再传达，伊才要去入灭。这是呢，在佛典中啊，一个真重要的故事。讲是故事，应该呢是佛要传法啦，传一波。这释迦佛说，现在这个时阵，也是咱的本师释迦佛啦。到底过偌久，弥勒会当下人间呢？成正觉？哦，当然呢，迄、那个年代也过真久。您想，戒业尊者的修呢？长啊，无长啊，所以呢，堪称为修长行深吼，尤其呢心上庄严嘛，啊，奉持佛法，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。